晚间11时许，本队发现一艘工作船进入万里渔港，执行同仁随即上船安检，了解该船因油压机故障，船体无法避额，恐有航安顾虑，故紧急避港。不料该船有漏油情形发生，在本队同仁及相关单位及时处置下，油污并未扩散。呼吁民众若于岸际及港区发现污染情势，请立即拨打118免费报案专线，海巡署获报后将立即派员协助。